各位观众，你们好，今天我们又有前会员生日啦。点解叫前会员？可能因为某啲原因，他暂时冇续会籍啦。但我们相信他会再回来的。多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，希望大家也能成为我们会员的一份子，继续支持我们的创作。今天是12月28日，是我们的前 Max 会员 LV 跟106 Studio 的生日。他其实很早已开始支持我们了，希望花大家少少时间，一同为他送上生日祝福。在此，我们祝你生日快乐，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。我们今日就继续欣赏他的 YouTube Channel。原来他除了喜欢巴士外，也是铁路迷呢，而且都有保持出现过。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他的影片观看次数与订阅人数是有差距呢？这个情况我们也是一样，看片的人多，订阅的人相对少，但我们相信只要专心做好每一条影片，能成功留住观众的眼睛，总有一天他们也会愿意免费订阅该频道的。而这个频道最多人看的影片是沙皇家下层展望900ABC66RK422016M 观塘裕民坊，亦是曾旋转的箭嘴蓝田康华苑 PartNFT User 261TK Studio 集的影片。影片当然可以有更多进步空间啦，我们也是努力改进影片的质素呢。 LV 106 Studio 我们一同加油吧。而当我们看到有好的制作，当然要帮神 like 佢条影片啦。除表示支持之余，这样做或会有助 YouTube 推送你的影片给其他人收看的。好吧，我们都要互相尊重大家的创作的。如果大家未订阅 LV 106 Studio 的频道，就可以送份小礼物给他，请即刻订阅他的频道，按埋个钟仔，有新片就可以即刻通知到你了。你们的一个举动，是带给频道经营者无限的鼓励，多谢大家的支持。如果你加入成为我们最高级别的 Max 尊贵会员，我们就会在你的生日那天为你制作属于你的生日影片，并以你喜欢的巴士路线为背景，希望大家在欣赏影片之余，也为你送上生日祝福。